之前记 A 嗌一分钟教学有讲过点用 StoryEye 去整动漫变真人，上一次系网页版，今次同样用 StoryEye 示范下点用手机去变真人，可以去 App Store 揾下 StoryEye， 安装之后同样揀反 photo， 打反你整嘅嘢，可以用日本人 Japanese 女仔 girl cute 呢啲字眼去试，打完一堆你想整嘅字眼就揿 generate， 用法都系大同小异。今日我会再介绍多一个叫 openart 既 AI 画图工具，同样地会教你点样去用。首先用你嘅 Discord 或者 Google account 入去，成功注册之后会有一个叫 Discover 既版面。今次我想教大家改少少字眼就可以整你自己中意嘅图。我哋系中间搜寻位置打 Sailor Moon， 揀一张你中意嘅图，再揿 Remix， 之后会去一个同 StoryEye 差唔多嘅版面。你会见一堆 prompt 出现咗，搵一搵 Sailor Moon 字眼，然后将佢改成 Sailor Moon， 之后揿 Start， 等佢生成图片，就可以改咗第二个角色。同样嘅方法你可以再改成 Sailor Mercury， 一样可以做到你想要嘅角色，大家不妨自己试下。如果有咩 AI 方法分享，都可以 subscribe 我 channel， 大家之后再交流一下。